拐角的街道，何时丢了热闹？明明习惯地铁的熙攘，却晚点停靠。下个春天可能会迟到，但绝不会出逃。回家的路或许有点绕，但一定能走到。我知道最难熬的告别是彼此不能拥抱，最勇敢的逆行往往要背对人潮，长夜后最如常的破晓一定恢复越刚好，最向往的时光是一如既往就就好。